身体好吗？好。身体好吗？好。最近好吗？挺好的。最近好吗？挺好的。生意怎么样？一般般。生意怎么样？一般般。早上几点起来的？7点起的，早上几点起来的？七点起的，晚上几点睡觉？11点才睡，晚上几点睡觉？11点才睡，做什么呢？玩手机呢。做什么呢？玩手机呢？你几岁了？28岁。你几岁了？28岁。有兄弟姐妹吗？有一个姐姐。有兄弟姐妹吗？有一个姐姐。家里做什么的？家里开商店的，家里做什么的？家里开商店的，开什么店？卖化妆品的，开什么店？卖化妆品的，可以买吗？需要排队。可以买吗？需要排队呀。在哪里可以买到？附近的超市。在哪里可以买到？附近的超市。菜市场在哪里？直走，大概500米，左转。菜市场在哪里？直走，大概500米，左转。这里可以停车吗？不要太久的话，可以。这里可以停车吗？不要太久的话，可以。这么早，要去哪里？要去上班了。这么早，要去哪里？要去上班了。你会讲汉语吗？会讲，听不太懂。你会讲汉语吗？会讲，听不太懂。几点下班？5点下班。几点下班？5点下班。今晚有空吗？如果不加班儿，有空。今晚有空吗？如果不加班儿，有空。我想请你吃饭。到时看看吧。我想请你吃饭。到时看看吧。你什么时候来？下班了，直接过来。什么时候来？下班了，直接过来。快到了吗？很堵车，还要半小时。快到了吗？很堵车，还要半小时。可以订外卖吗？3万以上免费送。可以订外卖吗？3万以上免费送。
几岁可以申请？四十岁以下都可以。几岁可以申请？四十岁以下都可以。明天在家吗？想来找你。可以，上午在家。明天在家吗？想来找你。可以，上午在家。几点能做完？五点左右。几点能做完？五点左右。几点啊？几天能完成？大概一个星期。几天能完成？大概一个星期。听说你要去国外了。是的，要去打工。听说你要去国外了。是的，要去打工。在阳光跟谁住啊？跟朋友租房住。在阳光跟谁住啊？跟朋友租房住。在哪里工作的？在一个中餐馆做服务员。在哪里工作的？在一个中餐馆做服务员。一个月休息几天？月休三天，轮班休。一个月休息几天？月休三天，轮班休。工资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能存一点。工资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能存一点。在这里还习惯吗？刚来的时候不适应。在这里还习惯吗？刚来的时候不适应。你假日做什么？通常去买日用品。你假日做什么？通常去买日用品。有去旅游吗？每年泼水节去海边玩。有去旅游吗？每年泼水节去海边玩。上班的地方跟住的地方远吗？坐公车半个小时。上班的地方跟住的地方远吗？坐公车半个小时。方便来接我吗？有点晚了。我有点忙，你打车回来吧。方便来接我吗？有点晚了。我有点忙，你打车回来吧。今天我要加班，不用等我吃饭。嗯，知道了，回来注意。今天我要加班，不用等我吃饭。嗯，知道了，回来注意。肚子饿了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没什么吃的了，给你煮碗面吧。肚子饿了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没什么吃的了，给你煮碗面吧。有水果吗？我们做水果沙拉吧。有苹果、火龙果。有水果吗？我们做水果沙拉吧。有苹果、火龙果。你会做什么菜？我会煮云南菜、
缅甸菜。你会做什么菜？我会煮云南菜、缅甸菜。想喝点什么？有可乐、雪碧。我很少喝饮料，喝白开水吧。想喝点什么？有可乐、雪碧。我很少喝饮料，喝白开水吧。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痛，好像吃错东西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好像吃错东西了。有药吗？还是需要去看医生？我找药吃了，去躺着休息一下。有药吗？还是需要去看医生？我找药吃了，去躺着休息一下。你脸怎么了？我海鲜过敏了。你脸怎么了？我海鲜过敏了。手怎么了？在浴室滑跌倒，碰到了。手怎么了？在浴室滑跌倒，碰到了。那最近几天不能去上班了。嗯，我请了3天假了。那最近几天不能去上班了。嗯，我请了3天假了。老板给假吗？当然给啊，让我好好休息，不用急着上班。老板给假吗？当然给，让我好好休息，不用急着上。你老板人真好。他平常严厉，但是有事还是很体谅的。你老板人真好。他平常严厉，但是有事还是很体谅的。你们工作公吃住吗？公吃不公住。你们工作公吃住吗？共吃不共住。你们店营业到几点？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。你们店营业到几点？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。